大吉大利，恭喜发财，发大。财源滚滚来，好，那我们呢现在呢要有请呢我们的永续发展余环境部长兼玉华单选区国会议员，我们的傅海燕女士向前来为我们的居民接获这一份祝福，从我们的瑞斯口中接获这一份贺喜，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居民朋友平平安安，天天快乐。当然我们的主席以及我们的部长呢一同的呢拍照留念，也当然呢也要祝福我们的主席以及我们的部长呢身体，谢谢，把这份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居民好朋友，也当然呢也要祝福我们的商联会生意兴隆，业绩蒸蒸日上。瑞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舞狮表演，好，一同的欢送，好，欢送了我们的两头瑞狮。那台上的节目继续啊，要请出的这一位呢，可以算是我们歌台界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位歌手。